是已经是第一次了，不要了，等太久了。干嘛？他是等10分钟吗？等过了，结果他一分钟他也不要。嗯，是呀。平日到9点，假日10点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还好我不做假日。哈哈哈哈哈，好可爱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睡到。谢谢。对，不会，是冰凉屁。哇塞，超冷。